我发现说大家都配合得很好，那个语音一落，然后哇，那个少女生马上就这样子了，非常棒啊！谢谢大家。同时我们也让伟廉先喝喝水。然后两首的歌曲，我们都知道说伟廉是参加了新加坡的这个绝对 Superstar， 然后成为了冠军，然后也获得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赏识，然后呢跟他签下了合约，他所以就可以将他的动动人的歌声收集在 CD 里面，让大家听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好。OK。然后今天我在说这个签唱会啊，其实现场我们这边呢也带了伟廉的 CD， 所以大家要购买的话呢，可以去到我们的舞台的左手边，然后待会伟廉会给大家签名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然后刚才我们说唱了两首，因为在新专辑里面有昨天跟今天两个部分嘛。然后呢，要不要告诉大家一下为什么要分昨天跟今天？昨天呢，基本上就是在参加比赛前的我，因为在参加比赛前呢，我是在街头蚂蚁的艺人嘛。那些就是在收录在那个昨天的 CD 里面的歌曲，基本上都是比较怀旧的一些歌曲。那些歌曲呢，都是我在街头蚂蚁的时候呢，点播率是最高的一些歌曲。大家都说伟廉，我来听这首歌，可以唱吗？再唱吗？一天最高纪录，你记得唱了几遍吗？可能有大概十多次吧。十多次哦。对，十多次。对。哇、，OK。然后呢，那是昨天的部分呢，今天的部分呢？今天基本上就是当然有新歌啦，今天的我当然有新歌嘛。那其他就是有七首，就是。都是收录的呢，都是我在比赛就是前前后后都有唱过的一些歌曲，都是一些比较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歌曲，而且有些也是我本身蛮喜欢的一些歌曲。好，就是有那个纪念的价值在里面，对。好，那这时候我看到楼下有些朋友好像有些动作，来自新加坡他们一直很强调来自新加坡的朋友，他们要有礼物要送给伟廉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啊，或者是。好，等一下嘛，签名的时间好不好？谢谢。但很多的媒体朋友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吧。你看我们的特别公司都非常好。好，来，小新请上来。他们带来了一束花，要送给伟廉。谢谢。好，要代表新加坡所有的朋友要送花给伟廉。然后他们还穿了同一色的这个 T 恤哦，我只是想要陈伟廉。好，来，要来个合照，这样子。这是常常会出现很多在伟廉的这个签唱会啊，在他的歌迷聚会上面都出现很多很感人的场面，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伟廉，非常的喜欢他。好，我们还有吗？还有另外一束的花？或者是等一下吧，可以吗？新加坡的朋友就赶快一起上来吧。好，谢谢，你们也是今天早上来的吗？好 ，OK。谢，好，来，快点站好啊、可以站过来一点，我这边一点，对，然后把伟廉就是围在中间，不用怕小兰的，小兰一点都不可怕、对，我还很可爱呢，对，OK， 谢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要争取时间了，好，谢，好，谢，可以了，谢谢，我们再谢来自新加坡的朋友，好 ，Thank you， 好，那个花束可以交给我们的女士，好，我们要争取时间要唱歌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想听伟廉继续唱歌，好不好？ Okay， 好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这首歌叫做《触摸》，然后也是成为这个新传媒三月份的重头戏《金闪闪》里面的歌曲。对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唱过这首歌哦。哦。那这是我第一次献给了 Times Square。哦，马来西亚的朋友，耶！要掌声一下。而且。谢谢，这首歌呢也是我在专辑其实最喜欢的一首新歌，就是新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。那希望今天不会让大家失望吧。好，我们的掌声是重要的，在这个时候来掌声，谢谢，我们再次邀请陈伟廉。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
OK， 楼上的朋友呢？
楼下朋友通常都是比较害羞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这个签唱会的部分、唱歌的部分，当然稍后呢还会有签名的部分。如果你还没有就是购买伟年的最新专辑，可以去我们的舞台的左手边去购买，然后呢稍后伟年就会给大家在他的专辑的封套上面签名。对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我想说这个签唱会的，既然大家都那么想听的话，我们再唱一首好不好，伟年？好，好。然后这首歌你要再来介绍一下，今天的这一首歌就是《爱很难》，最难唱的歌留在后面。交给伟年。好，谢谢。来见证我们陈伟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一场的签唱会。
们2006年感动力作《我只是想要陈伟莲》的签唱会。唱歌的部分刚才已经告一段落，现在是在进行签名的部分。那如果你也想得到他的签名的话，你也被他的歌声感动的话呢，我们在舞台的左手边。哎，刚刚不能是安静而已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签名的朋友，他签在签名的朋友在签名吗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的，等一下。那签名的朋友还有吗？还有要签名的朋友吗？签名的朋友举手，你的专辑还没有签到名的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！我们谢谢民生报的代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继续加油，谢谢，拜拜。